You're like a song that I sing in the moment on a perfect holiday. You're like the warmth of the sun on my skin when clouds look gray. You're like the joy of a trip that is coming to a place with ocean view. Instagram, cause you are the only thing I'm thinking of, and I can't stop it, I'm wishing you. And I know it's awkward, but even if we talked, I wouldn't know what I would say. My social awkwardness would just get in the way. And maybe I'm a little bit shy, but I'll try my best to compromise. Cause oh, I think I really like how you're always staring at your feet. Pictures only tell so much. So I'm thinking of a message to send you, but it's hard for me to tell if it's too long or not. 第一次尝试做 acai bowl， 其实正常来说要加 frozen berries， 但是我怎么找也找不到。最近在 iHerb 上面买了那个 acai powder， 还有这个 cacao nibs。夏天嘛，吃点清凉的东西。嗯，大家现在可以感觉到我的脸非常的憔悴吧？对。然后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到我的鼻子非常的红，所以我昨天呢是我自从回来台湾之后第一次过敏。哇，昨天那个鼻涕醒的啊，我真的是anyway， 我最近呢在 iHerb 上面订了一批货，但是因为刚好卡到我要回台湾，因为行李箱其实也没什么东西，我就整箱搬回来了。然后首先呢，我要先来敷一个面膜，这个是我之前看 Cat 有推荐这个牌子 Medihill， 然后它在 iHerb 上面的评价也很高，所以我想说来试试看。刚好碰上我现在脸非常之干，然后鼻子这边哦很不舒服。 By the way， 我陪我妈去运动完之后，我回家要继续睡了大概两个小时就太早起了对我来说。哇，好贴哦，这个不错哎。我刚刚看这个 instruction 很有趣，他说等面膜干了之后，这个上面就会显示出他们的 logo， 然后就可以把它拆下来了。很聪明哎，这个方法。然后我顺便带了这个 Ideal Love 的黄金水泥胶眼膜，因为我就是一直很晚睡嘛，然后我妈也一直碎碎念说我的眼纹就很严重，所以我想说看到评价很不错，我就想说试试看今天晚上。还有一个我发现被我丢在香港的是 Dear Claire's 的 Night Mask， 还有这个 Misha 的眼唇卸妆水。在等它干的同时呢，我想给大家看，就是我昨天跟几个朋友去听柏林的，算是一个小小的表演吧。身为一个朋友还是要支持一下，对不对？所以我就买了他的明信片。哦对，然后我昨天还就是直接叫他帮我签了两张。好，我现在就来等面膜干吧。呼呼，我现在很期待想要用这个 Airspun 的散粉，这个我之前在网络上面就看到很多国外的 YouTuber 有用，然后哎呦，刚好我最近散粉用的差不多了，所以就下定了一盒。刚刚我跟大家提到我在 iHerb 上面订了一堆东西，然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iHerb 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美国的电商品牌。一开始我会知道它是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妈常会要我买一些保健食品，可能有时候从美国要带回去实践啊什么都比较不方便。后来发现在 iHerb 上面有很多可能在亚洲还没有代理的保健品品牌，或是它的价格在台湾跟香港都更有竞争的优势，然后慢慢的它从保健品然后到生活用品到食品，甚至是韩国美妆护肤品，就是真的是应有尽有啦。后来呢，我
自己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很喜欢在上面找一些韩国的小众护肤品啊、美妆品。另外，我也喜欢在上面买一些零食，或是国外比较常见的那种健康食材。这些东西如果你要 by brand 这样分开找的话会很麻烦，可是在 iHerb 上面你就可以一次过找到，然后一次过订。那它的免运门槛也没有很高，就算你今天买的东西很少，你也可以跟朋友一起加单。所以我这次还有订像这个洋葱粉啦，还有 acai powder 跟 cacao nibs， 另外还有买了这个 Avalon Organics 的洗发乳，还有这个 Yogi 的覆盆子茶。你们可以发现我订的东西 range 有多广了吧。那这一次呢，一样有准备 promo code 可以给需要的朋友。最后的产品资讯啦，还有 links 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一看。好，我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行程，就是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的头发状态实在是不怎么好。我说的不怎么好呢，就是发根的部分有没有，就是很需要一些整理。我已经大概两个月没有进到 salon 去了，我自己坚持的很好，我通常在一个多月我就受不了了。喜欢吃鱼的人，应该说我平常一个不吃海鲜的人，真的要吃的话，我唯一比较常吃的就是鲑鱼了。哦，好高级哦。这个大概是我们家最高级的厨具了，加一点洋葱粉。没有，那个是公筷。然后我觉得木头筷比较好用，我都还没碰。一下我们都没吃完。我现在要来做一件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要来筛履历。因为我们前阵子有在招新同事，所以我现在要来过滤一番。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然后有的时候要凭一点直觉在做的事情。因为履历只能看到一个人很表层的那一面嘛，所以我常常就很纠结说这个经验到底可不可以 apply 到这个工作，或者是我想象中这个人会不会有能力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呢，等等等等。之前还不太会有这个烦恼，但这一两年我的角色突然变换成我开始要去面试新的伙伴，然后我要去思考说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的压力好大，我就觉得好像我掌握着人家的生死大权这种感觉。但我觉得这都是学习，因为就算我今天是一个面试人的角度，我觉得我都从整个过程中学到很多，包含你可能要问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听到什么样子的回答，你去判断他这人的个性啊，还有他的能力等等。不管是履历或是在面试的时候，对方展露出的一些小细节，你大家可以有一个感觉，就说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我们的 team 这样子。然后那个感觉就真的是一个 sense 来的，就 我也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感觉。至少我说的这个 sense 在前面几次的面试都还蛮成功的，就是我找到了一群很棒的人。对，所以我现在要开始这个 amazing 的过程，希望可以找到 amazing 的伙伴。
guy looking for the perfect lover. The kind of love you only seen in a novel. I wasn't waiting for sunshine and unicorn. I've nothing, I've heard running in your dumb bed. All of a sudden you're the hero of my story. I celebrate the love and all is to me glory. I still remember the way this whole thing started. I was walking down the city feeling down and broken hearted. But then I guess sorrows lead to romance.